中国人吃包子可素质先秦，汉有蒸饼，晋在馒头，到宋代即忌馒头又称包子，称谓混乱恰与此味的包容格局相宜。如今包子已成为纵贯两岸的全民餐点，其中小笼包更属普及之最。机车阵阵的轰鸣开启台北一天的繁忙，穿梭的骑士们奔赴各自的方向。郑义成的目的地是这家位于台北中正区的苏杭点心店。作为老店的第三代传人，义成总习惯最早来到店里做好前置作业，最重要的是亲自盘点每日送到店内的食材，确保新鲜度与质量。如此谨慎更是面对家族事业展现出自己值得信任的表现。苏杭点心店已有50余年历史，尤以小笼汤包闻名遐迩。父亲郑可荣拿捏时间的资本是对儿子的放心，活馅是他到店里的第一件事。这是我们熬制的高汤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也是在这个里面。新鲜的猪后腿肉拌入黄豆芽汤与大骨汤，以及独门熬制的皮冻与肉泥均匀搅拌，成为密谋绝味的主力。因为皮冻已经加下去了，所以不能再打太久，打一下子就要等一下拿起来。而这劲道的面皮则是对饕客精准袭击的推手，反复揉搓，精准下剂，旋擀成皮，都是累师之功。纤薄中的那一丝韧劲儿，可以坦然面对蒸汽的洗礼。通常在学这个东西，就是会太聚焦在一只手上，要左右两个合作才能包出好的小笼包。而拢馅捏褶更要求效率与准确，无需固定的褶数，掌指方寸间讲究的是匀称所带来的美感，如同雕琢。典型江浙风味的小笼包落户台北是历史的偶然，早年的动荡岁月，一口回忆的味道，不知抚慰多少思乡的心灵。郑家三代人的坚守，既是传承，也是创造，自我诠释这源自江浙又扎根宝岛的正宗江浙味。我们当然是觉得其实我们是正宗的，但是别人我们就不好评论。我爸这样教我的东西，就稍微把它精致化一点，并没有做什么正宗。正宗从来是谜，就像风行大陆包子界 C 位的杭州小笼包，却是出自万千嵊州巧匠之手。夜色下，嵊州越秀路上遍街的霓虹招牌揭晓了江浙小笼包界的真神——黄泽豆腐包。黄泽镇临山傍水，是绍兴嵊州中东部的一处灵秀。古镇生活悠然闲适，更有大都市难想的细腻，这在他们的吃食上尤显尽致。现包现蒸是小笼豆腐包鲜味的绝对保证，善择记的蒸锅上永远都只有那么两屉。我包到将近20年了。嵊州人做小笼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技能，王国良虽半路出家，但也深耕小笼事业20多年。作为资深玩家，和、揉、擀、包、蒸，早已积淀为时刻唤醒的身体记忆。挑剔是一定的，精标分明的头等猪肉，
方可保持肉馅成粒非泥的特殊要求。豆腐才是馅料之魂，少许调味料不掩豆香底蕴，独门辣酱无需多，即可将味道拔高一个调门。黄泽小龙豆腐包的绝，在如纸般薄皮里包裹湿嫩的豆腐底和那一秋鲜肉，面皮为实面，擀至透薄却需功力，最难在包。先铺一层滑嫩多汁的豆腐，再覆一抹肉馅，皮捏旋褶见鱼嘴细口，方可收拢轻放入体。这先天即处临界状态的皮与馅，时刻用摇摇欲坠的姿态展示双双巧手快稳轻柔的艺术。成屉的鲜包一刻不容停留，只有迅速接受蒸汽的骤袭，才能锁住全部鲜香。郑家的小龙汤包鲜肉是打底款，在此基础上还将虾仁与丝瓜同时入馅，有别于鲜肉小龙的汁香浓郁，丝瓜虾仁汤包则让人在入口时同时感受到丝瓜的香甜与虾仁的清脆，体会不同层次的丰富口感。有时候都是被强迫啊，强迫当童工啊，稍微有点年纪以后都会有那样的责任感，就是家里就是一块招牌，这是一个传承的责任吧。郑可荣从父辈接班，像是在历史的偶然中必然的选择。这个是一开始真正开店面的时候的相片，这个大约我21岁的时候回老家浦江的时候，那时候去街城上面有吃到一些东西，觉得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等到我儿子那一代他们接，希望他也这条路不会走得太艰难。无论何时，母亲黄真如总能让店内的氛围格外温暖。她既分担了丈夫承接家业的重任，同时辛苦照顾一城长大，只求一家人的稳定与同心。半个世纪，苏杭点心店靠着招牌小龙汤包打响了名号，在郑可荣的主理之下，依然维持着当年父亲来到台湾的道地江浙口味。家人们共同揉捏出对前人与故土的缅怀，让客人在舌尖味蕾充分感受到那一份隽永的风味。家是中国人情感的底色，王国良的手艺同样是家庭对美味诠释的延续。大伯这里，然后我妈妈自己再优化一下。我是按照我儿子小时候的味道来，老味道就是没有变。现在儿子接棒，不妨说是对童年和父辈的一种致敬，更是守卫传情而赋予的使命。小小一屉包子，满满一怀亲情。汤汁喷射飞溅，来自鲜甜的轰炸瞬间解除全部埋伏。这口汤汁是温柔壳里的猛烈，是面皮里包裹着的灵魂。蛮喜欢，就是里面是有汤汁的，然后就很就是很丝滑的感觉。所以一口咬下去呢，就是觉得满嘴的就是幸福感。你看它的小龙汤包那个褶子，好细啊，很花心思了。非常满意，对，跟我以往吃的这些江浙口味的这些丝滑汤包的，是前三名。与色白面柔的鲜肉小龙不同，刚蒸熟的豆腐小龙玉润晶透，馅料朦胧可见。想吃的更热烈一些，还有生煎的金黄酥脆，咬小口，缓清晰，汁水在唇间回荡，一大口，细品嚼，豆腐的滑润与肉粒的鲜嫩在齿间融化。它更像小时候你喜欢吃的东西，里面肉啊，跟那个其他的料啊，或者是说到甚至是吃不到这个味道，特别是甚至小龙看完整了。
小笼包是中国人对日常鲜味的极致追求，既是吸引，也是留念。谢谢，有空常来哟。好，没空也要记得来哈。放弃最爱的棒球，专注厨艺，是一成的善解人意。看着曾梦想叱咤球场的儿子，妈妈也常唤起丝丝内疚。很多时候，爱很简单，只需要陪伴。如果说打烊前闲叙或午后亲人短聚是王家人的小温馨，那安详小镇四代团圆则是小笼包带给一家人的大满足。家里能做嘛，两边都能兼顾一点，去外面挣嘛，虽然挣了多一点，但是老人还是照顾不了的。无论是童年的老味道，还是牵挂的老招牌，都是发自心底对家的坚守。时光流转，一屉小笼穿越两岸，那鲜就是家的味道，那圆就是团团圆圆的幸福。